回答爱我的话。好啦，我们现在直播间有直播间到1000人了，给大家通知个好消息，就是我们预定6月20号即将上线的《到我身边来》推迟到明天开播了。为什么呢？因为最近番茄爆了一款剧，在日榜上排名第一名。是哪个剧那么讨厌呢？哈哈，当然就是我们杨咩咩老师的《假千金》手撕剧本了。对不起各位，都是因为我的错，让我们的剧没有如期上线，对不起。但是也没关系，腾出点时间来给大家看一下咩咩老师的《假千金》手撕剧本，是吧？是这个、嗯、是这个名字吧？嗯。哎，2000人了，2000人，我们再重新说一次啊，不好意思，6月。说了。那这样，我们一会儿再说嘛。我们一会儿到5000人的时候再说一下，还是到10000人的时候再说一下？是挨人，我贼挨，我挨得我想把。其实大家众所周知，我也是一个挨人。预定20号上线的，已经改成了21号上号上线，叫《到我身边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同为挨人的咩老师，嘉兴的，他是东北挨人，我是东北挨人，东北挨人就是从南方挨队的伊人，对，我也是挨人。相比之下。日榜第一名《假千金》手撕剧本，没有我长。看完了，看完了，你这再等一等，再撑一天，再允许没看的人再看一遍。老师这样，你再冲一波，再看一遍。再看一遍，再看一遍。明天咱们到我身边来就上线，好不好？哎，我是一个 I 人，那个就是我们的剧吧，明天就可以上线了，预定的。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但是如果说假如说咩老师今天的剧依然数据很爆的话，那可能会推到后天。不扛夸，我一夸他吧，我一夸他咩咩就脸红，你知道吧？但是我们咩老师的新剧的确非常的扛打，也非常的有趣，大家看过的应该都知道。你看到没？今天也改造型了，是不是特别飒？甜撒甜撒的什么玩意儿？甜撒甜撒的，我还撒甜撒甜的呢。甜酷的，对，甜酷甜酷的。其实人比咩咩有点不好意思了。为什么类似波音枪的，有你字正腔圆的去说，当吗？我其实挺爱的。嗯啊，嗯嗯嗯，是，嗯嗯，了解。没有人理你。好的，艾老师，没事没事啊，8000人了是吧？8000人，然后我们再播报一次啊，预定20号的剧改成了21号了。导演刚刚给我发的信息，有点汗，现在因为都是番茄的剧，那自己跟自己抢榜一是不是挺不好玩的？你抢来抢去，总有一个是第二名，是不是？他对我们的剧信心又很强又很足，也觉得我们是那个实力的，对是吧？侧面是不是就可以这么样去证明？起码在人家平台方的眼里，我们是很有那个实力的。哦，老师眼睛好好哦。刚刚开播嘛，是的，是的，是的。反正就是静一下，大家可以看。现在是怎么一个通本一的？没有看过的可以去看一下《假千金》。手撕那个剧本，我有很多宽板的戒指，一个都没了。建林，你用啊？预计是这样的，21号是那刚才导演张晨宇给我发的信息，说是临时推迟了，临时推迟了。不着急嘛，反正就是哪怕他推迟一天、推迟两天都无所谓的，而且不，毕竟是为了。咩老师的新剧让道，我觉得。自己让自己的是不是没什么？我觉得没什么。你说说，舅舅在这儿，不搭呀？他害羞了。我有一个那个框的朋友，别戴戒指了吧？给我打枪了。就是因为打枪，手上有血，然后这个是吧？你会说我觉得手有点抠，因为手套呢。手套啊，会戴手套的。戒指的话，戒指戴，打手枪戴戒指有点不伦不类。那个啥，嗯。啊，有点不得劲儿，有点。别管了，老师。对对对对，来打一波广告，《假千金》手撕剧本，有各种造型，很好看的，还变身一个蛇精，对，一个可爱的蛇精。
蛇精，蛇精，看看我，看看我。是不是很，是不是很酷？土味儿，土味儿。买票立刻去现场。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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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你们俩，不要打架啊！不要打架。我这边移动，他这个地方行吗？好，他就是很慢。做什么秀？这稍微定一下。看看，说他。啊？他应该是内部斗争，他没有关系。咋突然爆了？拉开了。来。是呗，反正你有阿佩了。是昨天刚播完。没有关系的，老师。别把眼睛捂住。是我挺烧的。突然就想到这句话。那放我这儿，放我这儿，放我这儿。客气啥？就跟大家，这个其实完全可以理解，都是自己家的东西，没有必要形成一个互相去竞争的关系，对不对？你就像咱们那个。咱们自己国家的乒乓球队，是不是？除非说进前四的时候都是咱的人，不然的话，你假如说啊，前四名进两名，那肯定要尽量避开咱们自己人跟自己人跟自己人的争斗，对不对？是这个道理吧？虽然我也不知道我们这部剧上去能不能直接奔着第一去啊，但是起码就是说。平台方对我们还是很有这个自信的，我们自己不一定有那个自信啊。好事多磨，下一部剧也做榜一，哪有那么容易啊？不容易的。谢谢李小伟的四个维尼闪耀，姿琪的墨镜，刘一军的维尼闪耀，样的维尼闪耀，陶志尧的维尼闪耀，叶子的维尼闪耀，两个，然后还有什么？新萌的苗族银帽，想变成造字的仓颉的维尼闪耀，炸毛小熊的维尼闪耀，公子开心的棒棒糖，飞翔的燕子的维尼闪耀。于老师的粉丝是我这辈子。你们赶紧打打字，你们不打字，要是我一个人说话的话，他们就说我在这说单口相声了。你们好歹打打字，好像最起码显得有人跟我互动的样子。对，哎，对，绵绵羊，绵绵羊一路，对对对，都是。暖暖，对，也对。蓉蓉，这对蓉蓉也是，都是就是他。你只给两口巴掌。我今天在我评论区看到那么一条评论，说有多少人像我这样其实是喜欢绵绵的，因为绵绵才喜欢上大叔的，好几个人点赞，这是绵老师给我带来的流量，谢谢绵老师，感谢，干杯。众所周知，我是一个爱人。Yeah, 谢谢乔默染的《繁花蜜语》，小玉玉的《想你啊》，玉明有个店的《为你闪耀》，乐心的《为你闪耀》，是吧？看了第一集，绵绵的，他们说看了第一集，你的造型好看。你看一下他这个剧，我们的造型怎么样？帅不帅？哎，绵绵。咱俩到我身边来叫什么名字？我叫司九英，你叫博西燕。啊，他叫司九英，我叫博西燕。西燕，九英。他被我恶心到。先给你们剧透一下。可怕的化妆师。他怎么你了？他非礼你了？对，抱着我头不放。啊！我说这个死亡顶光。在哭着啥？
么大？谢谢小玉的加微啊！恭喜老大，粉丝突破50万哦！哎，我早都想刷。小美女有15、16岁，小美女23了啊！好好唠嗑，23了，已经早就成年了，什么15、16味了，15、16岁了。灯光下会不会很热？会的，会的，尤其是我们拍摄的那个大灯会很亮，也很热。他打在你身边的时候就像是我觉得看到有一条说的人家说现实是放了个烤灯是吗？对，女主的换的服装是射击一射击他这层哟你啥表看完了啊、哦、是呢你看我一会儿把27000人给你落的剩7000人他走了他走了剩我一个人了来我陪你们唠完事了嗯呢快吧就下一场了对他这你到我微博嘛你我不怼你然后可逗了然后人家说去那个被网暴然后就他说人家都说去别的地方粉丝们来活了去骂他到林更新林更新来活了去骂他不是林更新说来我的粉丝们退下对呀、啊、我自己来然后就来了我们的真心包呢你们先睡我来哈哈哈你们不要挡着我怼到凌晨6点生怕不回信息对方以为他认输了他怎么还没来这是谁师傅这个他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他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家最近学位又更上一层楼他怼人很有水准都不带重复的林更新啊林更新啊！我看谢谢华姐，有意思，超喜欢。牛角客户的为你闪耀，你像那次11的那个为你闪耀，你像那次说什么，说个什么东西来着？人家说他什么什么好帅，什么就刷的，就是但是夸的有点小恶心，你知道吧？然后林更新来了一句什么来着？好好的小假期，让你整的也没滋没味的。哎呀，然后说什么？真想骂你还是怎么的然后林更新来了一句欢迎来到对抗路、